不想我被撩着你的豆包包，我爱不释手。稍微还再少了一点大太阳，我们就再撩一下，把温度撩起来。我必须说，真的是幸运女神呢，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刚刚你没有上来之前，这阳光超刺眼，超大的。你一来，我们这边现场就变凉快，怕晒到你。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其实你知道我蛮少，因为我是桃园人。啊，真的吗？桃园中立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情节，但是其实也是都是同一家啦。所以今天有一种在自己家乡演唱的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哦，比较自在。很自在，然后很开心，然后看到这么多人。对，而且都好年轻，然后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应该就是大学生吧，大学生，对不对？大学生都好会打扮，我都已经觉得我的发色很厉害了。然后下面很多人发色都比我还要，你知道 fashion。真的吗？对啊，你看红色。你今天已经很会打扮了。红色、粉红色、哦，金黄色。他们是有 cosplay。哦，对对对。要让大家猜一下，你今天什么打扮呢？对，我今天有一点点好像某一个角色的氛围，对不对？啊。不是氛围，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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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大家聊很久，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我们那个孟杏儿今天是什么打扮的？那猜对的话有礼物吗？猜对的话你要送礼物啊，飞吻之类的。好，有小小的礼物。来，有没有人想要猜猜看的？刚刚我们跟你们一家有关系，有吗？有吗？像谁？有吗？刚刚前面问答有点雷同。他只缺了两个手上的东西而已，缺了那个皇冠。来来，举手举手抢答，举手抢答。要数一二三吗？一二三。啊！你看你女儿最捧场了，来来来。OK， 卡通里面合照一下好不好？好好。来来来，好来，
耶、yeah, ！哇，你看，哇塞，超辣的！真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唱《你喜欢跟我聊聊聊》，大家请。哎，厉害，厉害！聊聊哇！那等一下，你愿意接受一张我的海报吗？可以啊，可以啊，超开心的。那我们合照一张，谢谢。来来来，那个 Spy Family 来合照一下。好哇！ Yeah,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谢谢你。等一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爱的安妮雅，有时间的话我再帮签个名。谢谢。好、哦，没有你好，你好漂亮，而且好辣。对，我的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没有，我看上面，我看的是工学院二馆。哦，我们可以看。没有，我只用余光往下看。跟他讲话要这样子。对，我只看工学院二馆。哦，我本身也是工学院出身、哦。真的吗？对对对、哦。这个聊得有一点远。哦，没关系，这个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好，谢谢我们的安妮雅。谢谢。他今天真的是很厉害耶，他拿了超多礼物的。哦，真的吗？来到这边就是要东西多多拿，多东西就是要送给大家的。没错，就是大家越热情，东西越多。对，既然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2022桃园城市电竞嘉年华，那来聊一下，电玩的事情。是，听说。你自从结婚之后，在家就会跟老公一起打电动。哈，可是我们都是聊比较就是深入的话题。你说跟老公聊那个话题不用啦，你就直接说你们比较喜欢都玩一些什么跑跑姜饼人啊这种跑跑轻松不用脑，那个也是可以竞赛啊。那你觉得我们这是我们的那个传说对决？你看这么多人在玩，是不是应该要来去多多？没错，来去玩一下。对，而且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哦，真的都很好看，很多造型都很美，很精致。对，没错，而且我们这次你知道我们的奖金有多少吗？我刚刚很偷听到，总奖金有10万元。对，我们的总奖金有10万元呢，有没有看到那边？一群正在为了埋头苦干，为了我们的荣誉，有没有？为了荣誉来奋斗的人，有没有那天低头很认真在拼搏？非常认真拼搏奖杯。嗨嗨，等一下抬头看我们一下，对对对，等一下要来看我们精彩的表演，要来看我们精彩的表演哦。而且你刚刚带来的第一首歌已经这么的火辣了，那你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怎样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比较抒情的歌曲。邓紫棋的黑凤梨，好，你看一家人总是特别捧场，好，谢谢我们的谢谢你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带来的黑凤梨，掌声欢迎。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说你旁边是你的好朋友、好搭档、好情人，可以跟他说黑凤梨哦。想给我吻的低头，梦已碎，想给我歌的幽默，漫漫孤单的我的，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放起心里我诉的誓言。Yeah.
好 ，OK， 其实我们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把那种喜欢一个人的那种爱恨纠织，然后对自己的矛盾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尤其是你知道，大家都是谈恋爱的年纪，虽然刚刚主持人已经不小心透露，我老娘已经是人妻了。好的，但是呢，每次想起那个以前恋爱的纠结的感觉，还是会非常的悸动。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我不知道你们的年纪应该也还是知道吧，这首歌摩擦摩擦知道吗？知道齁 OK， 那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从庞麦郎到华晨宇，然后到孟庆儿版本，我的滑板鞋送给大家。如果你们 IG 有录限动的话，可以 at 我一下，就搜寻孟子的梦。有些事我可以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我的母亲问我你怎么不开心。朋友有在录那个录影，好，如果有录影的话呢，要帮我 at， 你们可以搜寻 Cheermomon， 就是 C H E E R M O N， 或者是
孟庆儿，孟子的孟，庆祝的庆，而且的儿。我每天都会被写错名字，就是儿会被打成儿子的儿。好，那如果大家有 at 我的话，我都会转发，然后会谢谢大家。因为在自己的故乡，对，就是反正桃园中立。好，哎，你们有几个是桃园人，还是外地来读书的？桃园人请举手，就桃园县啊，好不好？我们定义桃园县，请举手。我看一下，好，外县市，其他都是外县市的。OK， 好，所以以前我们也都是在中立约会，来中立补习都有。今天呢，这首歌啊，我带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那待会如果有想要拿到我的海报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帮我举手。然后如果待会想要签名的话，我会在侧台这边哈，可以再来找我。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我的创作。那这首歌是在疫情的时候写的，它叫做《照过来》，照是口罩的照，然后就是在说呢。重唱一下第一首歌，好了，没关系。OK， 照过来呢，它就是疫情的时候，我 cover 你，你 cover 我，我们彼此扶持。哦，有时候在心灵上啦，身体上，哎，确诊过的请举手。确诊过的先送海报，好不好？真的，确诊过的等下想拿海报，可以说我确诊过。好，就是彼此鼓励，然后在疫情或者在彼此艰难的时候，要相互照顾。这首歌《照过来》送给大家。Yeah.
笑声最大就给奶奶，一二三，这边都没有声音 ，Come on， 一二三，谢谢大家，我是梦梦梦青儿，希望下次很快再见，拜拜。哇，给梦梦一个热情的掌声，哇哦！